疯子，你要找到对方的弱点，抓住他，一招制胜。起来。对，我就是疯子。 小贤，小贤，伤着哪儿了？要不去医院？啊，别小贤，别小贤！哎！师傅厉害了，我就说我还是有学武的天分嘛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怎么啦？师傅这就叫突然袭击，懂吗？这就是发现对方的弱点。 师傅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才挺轻的呀，出手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啊！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师傅，你别让我滚啊！你一个人在这，我也不放心啊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滚！